小鹿，昨天晚上我看了一个视频，哎，今天就控制不住想吃巧克力。现在爆浆蛋糕可难买了，买这个还没有爆。我决定用筷子吃。这是一个芋泥的水莓娘，给我弟留一点，我弟虽然不爱吃甜，但他挺爱吃巧克力的，奇奇怪怪的。吃甜品最配的就是黑咖啡，我昨天看的是这个视频，真的给我看的顶不住呀，我的天哪，大半夜真的少看吃播，少看手机。这个蛋糕是现烤的，所以它这个特别润，这个蛋糕体。
吃一块儿，这块儿好像有点大。我感觉这些曾经红极一时的甜品现在都不好买，像什么脏脏包，哇，以前那个火啊，还有这个爆浆蛋糕卖的口味都特别不全，以前那个外卖软件上一搜几乎每家都有。忘了跟店家说做少少糖的了，现在我吃甜吃特别少，所以吃正常糖就觉得会太甜了。吃半个，吃一个都太甜了。很浓的豆香。好了，我今天这个吃甜的瘾过得差不多了，那今天的视频，哎，天怎么黑了？好了，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，大家吃好喝好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